工作。因为毕竟剥夺他的生命权利确实是不好的方式，但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对，那当然也会有民众不能够谅解，或者说他就打来抱怨啊，来陈情，或者对我们这个行为不认同。105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请中华鸟卫协助了，开过2、3次的这些协调会，也就跟我们邀请了各地的鸟会以及一些动保团体。大家最后的提认就是，这是一个不得不使用或者说不得不执行的一个任务。